哈维，怒推普约尔，他敢凭一己之力单挑巴萨全队的人，来看水爷的防守名场面。梅西在一次中场带球突破时，拉莫斯迎面而来就一记飞铲，直接让梅西整个人瘫倒在地。在一次高空争抢头球过程中，高高跃起直接肘击布斯克茨，裁判二话不说当即红牌罚下。防守会追故意踩倒梅西，从而引发球场上大规模冲突，仅凭一己之力单挑巴萨全队。欧冠决赛连拉带拽压倒法老，后者肩膀脱臼痛苦倒地不起，最终无法比赛，只能提前退场。当佩佩跟巴萨球员起冲突时，水爷冲过去一把将两人推倒，随后还在一旁挑衅阿尔维斯。铲倒梅西，拳打哈维，怒推普约尔，